现在是中午的12点钟，我现在在四川成都最大的旅游工厂捷克国际这里，捷克国际有员工差不多5万人，但是午餐晚餐是免费的。前几天我不是拍了一下免费的午餐给大家看吗？是拍的第3楼的，今天我们去2楼看一下，看看2楼的午餐是什么样子的，走吧。现在我来到饭堂路口了，这个时间段来吃饭的人都好少了，因为大部分都是10点多、11点钟就吃了。这里是饭堂的1楼，今天我打算不在1楼吃，去2楼吃。来到2楼，2楼门口这里就有2楼饭菜的样品，一共有9条线，每条线的饭菜都不一样，都是4菜1汤，还挺不错的吧？我看了一下，5号线的还不错，今天就吃5号线的。先拿双筷子，再拿个餐盘。今天还有水果饮料发呀。水果饮料可以任选一样，我打算今天拿一盒饮料吧。这是统一的冰红茶，饮料拿好就可以去打菜了。这个是青笋水煮肉片，然后这个是剁椒鱼头，还有一个炒青菜，还有一个麻婆豆腐，还不错的吧？4个菜，菜打好了，现在我们去打饭。饭菜都打好了。这就是今天打的饭菜了，还不错的吧？色香味俱全，分量又很足。现在开始吃饭了，先来尝一下这个水煮青笋肉片，还挺不错的，很入味。再尝一下这个剁椒鱼头，这个鱼真的好软啊，也不错。这个菜分量又足，味道又好吃，而且是免费的，太好了。在外面吃的话，最少要10几块了。现在吃好出来了，刚刚大家也看到了，我们这个几万人的美食，免费的午餐还可以吧？4菜1汤，还有免费的饮料，我觉得真的挺不错的。大家觉得怎么样呢？欢迎评论留言。好了，这期视频就非常的棒，谢谢大家的观看，我下期再见，拜拜。